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分享一个右手的节奏，慢速是这样的：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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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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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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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们练的时候慢慢要加快：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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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下上。哎，就是这样哈。啊，然后前面也可以另外加一个别的，啊，另外加一个别的扫弦。啊，前面可以加一个别的哈。手腕哈，好，大家慢慢练习。